算了，金夏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也瞒不住他了。小丁，我的身份确实不同于常人，但并非什么鬼怪，什么外星人，具体的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还请你为我保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赞哥，可以答应我一个请求吗？什么请求？尤哥。 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陌生人？就算不能做朋友，那至少见了面可以互相问候。可以。Yes， 看来我跟哥之间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。你不觉得他们俩的对话怪怪的吗？ 哼哼哼哼，习惯了，味道也怪怪的，怪香的，还夹杂着一种糊味。糟了，哥，我帮你。<笑>